我们的口号是吃哪走哪，奋勇向前，排除万难，锁定方位，主义开胃，主角酵母面包火腿鸡蛋三明治，配角红糖珍珠拿铁，友情客串温莎苏格兰威士忌，导演德里克宋。酵母面包火腿鸡蛋三明治的价格为6900韩币，10000韩币等于7.5美元。红糖珍珠拿铁3500。红糖的食用功效为一，补血活血，也常用红糖姜汤来驱寒。二，极好的疗虚进补作用。三，防止血管硬化。四，不易诱发龋齿等牙科疾病。禁忌人群为一，老年人阴虚内液者不宜多吃红糖。二，糖尿病患者忌食。咖啡里的珍珠水果非常美味。你有病，你有病。动长游感五游感，动长游感品游感。No. Nice. Yes. Go.